传承百年嘉义新温嘉义庙的冲水路迎客王的祭典，信徒扛这个神轿呢，冲到大排当中，也绕行水域，要迎接搭乘无形王船的客王，也因此来看到很多的民众都来共襄盛举，挤爆了这个王船的码头。后面来看到这是新温大排的王船码头，有非常多祭典的民众。而我们看到包括嘉义县县长翁章梁跟立委蔡宜宇等人也特别来参加，透过这样的祭典祈求台湾风调雨顺。那么众人喊说，这个神轿冲入大排水域当中恭迎客王上岸，这次的祭典呢展现了充分台湾的人情味，而这也是台湾在沿海地区一年一度的宗教盛事。这次的这个宗教祭典当中，迎接的是13尊游海代天巡守王爷，以及7尊游山代天巡守王爷。